启禀将告，我乔红军已在石心边等待。好，我进去见。有想起来凶灵一宿，可是别有洞天，不好修经，让你就断路。三米新菜先风渡骨，路中应是渡门紫苏吧。先生赞有，我乃道高将领，救援渡骨总玉器，所闻我乔红顶境界作秀。笑不轻敌，如今一见，定敢形容不及万一。岂敢？将告有多再出，顺我前来，两必应有实力。啊，这也是一场惨痛的悲剧。由于当年有多执意毁约，我万该也被坚持决心牺牲的红魔一党。哦，毁约，这是。当年有万母经受领导的诱导，多贪心灵，武林文治失变，直到东西万界遵守，以及骨尽如山。以后立后百姓日出活动，母族一路出不了如山协约。其实伊是对诱导最出让步。后来遵守不幸逝世，诱导村东死无忌惮。重新再度笼罩在萧摩阴影之下，后来竟以重新立约为名，为别万界受高纠纷，在退无可退之情况下，杜某大进不凡，连环失约，最终万界以惨烈牺牲，我的武林安生。听将告如此说了，有可感动您母子强悍，以重新之难。听林辉所言。阿弥的进还够一击，就是先生用的苦境如今面临之难题，正是我朝红顶临危降义，天下有难，有魂失约，我朝红顶气灵之时，为正道众志成城，心思良谋，我当当仁不让，少当君相，有君出言，总欲知心血可安。你对母应变，用我细细碎来，